然有点硬，软的不行。我要喝冷萃咖啡。欢迎收看 Mo's Channel， 我是 Davio。今天呢是一个紧急企划，为什么叫紧急企划呢？因为我居然被挑战了，我被挑战了。我们现在在义大游乐世界，倪学姐跟施菲亚突然要跟我说要挑战篮球机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挑战一下篮球机，篮球机居然有人说它非常非常厉害。倪学姐为什么非常厉害？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篮球国手，大家都。挑战者是施菲亚，毕竟我是一个篮球国手。今天就来比看谁的分数高，好，好不好？输的话就要请大家一杯星巴克，好 ，OK 哦，这就是冲着我来的嘛。我先喽，好 ，Check it out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一位选手是身穿三环裤的宅女哦 ，OK 了 ，Ready？ 片师帮我弄了一些很帅的 pose， 没有片师，这片你要自己剪吗？没有啊。可以吧。看来是来闹的。哦，我来了来了。有没有？两分了，四分了。师妹有说他可能要三百加油。所以我们代表选手现在才在八分，有没有办法超越这位女神呢？你是谁派来的？完蛋了！不行，你要有志气，帅气的投篮。OK。バスケしたい。影响士气啊！不会啊！现在已经逼近一半，好孤单哦，还是我们这样默默走的。It's been a long day。现场掌声加尖叫！选手，你说爱好加分，加分三块。这个机器有分两种，有种是可以加趴，有种没有啊。像这种有加的话，会感觉比较开心。欢乐杯。对，接下来换我们的妮妮选手。我根本就不会玩呐、啊！加油！按暂停，就知道我有多不会玩了。不行。来看看妮妮选手，是用双手一起投的那种感觉。毕竟我是一个篮球国手，虽然呢。很可爱的感觉。好，还有30秒，不要影响我。糟糕了，30秒。没有共识，很紧张。过来，毕竟我是一个篮球国手。我过来。很累啊。累是不累啦，这是心累，球都一直弹出来。加油！150，加油！100，加油！最后10秒，最后十秒钟，加油！打住了！过100，星巴克。好，大家想要喝什么？可以开始点餐了，我已经点好，我要喝冷萃咖啡。谢谢大家。教练了，第三位选手施菲亚，来怎么样？死定了！加油！
不满意呢？对，其实有点，有点对不对？第二分直接扣250。那你怎么两颗球的？老师只有监管怎么？他感觉渐入佳境，手感来了，飙起来了，女飙仔来了，还有20秒。最高的时候可以玩到第几阶？最高好像有400多。400多。对，可是这个球太软，我喜欢有点硬，太软了不行，要硬起来。硬起来。投篮也可以。一直影响别人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现在已经要被追过了。我到干扰他，干扰他。哎，哎呀，社长上面的按摩。哈哈哈！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明显已经超过了，都过来了。好猛哦！有通常，会是国通常，通常第一关就要破150。今天有点软，天气不好。没有他今天的球太软，要硬的比较好投。硬起来，硬起来，软的不行，不行。今天要请我们的星巴克，走，快去帮买星巴克吧！哦吼！来了啦，真的啦！买新冰乐，巧克力新冰乐，摩卡可可脆片。好了，结束我们今天的义大行程喽。OK， 谢谢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妮妮学姐，小心走位，西班牙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